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来自上海市体育局的梅格瑞奇。本赛季的短节目选自《荣耀》。偷录三周接偷录三周，勾手三周，厌世转，阿克塞尔两周，来自上海市体育局的梅格瑞奇。梅格瑞奇今天的发挥还是不错的，几个难度的跳跃包括三三连跳、勾手跳完成的都是非常的好，但非常可惜的在最后可能会超时。男单短节目的音乐时间要控制在2分40秒加减十秒之内。开场的偷录三周接偷录三周非常好，勾手三周，我们来看到他的起跳用刃非常的坚决，而且是一个外刃。阿克塞尔两周，超时，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
技术分32.69，节目内容分31.06，因为超。